2021年5月8号，雏鸟出生后的第15天，这是我第5次来龙洞拍游隼。这天到了龙洞凉亭，看了巢穴老半天，发现巢穴都空了，也没有蛋，雏鸟也找不到了。找了老半天，才发现两只成鸟站在旁边的岩壁上，我就担心雏鸟是不是又摔下去了。后来我在观察的时候，有的大哥从旁边走过来，我看他也没带装备，就猜到雏鸟应该不见好几天了。他只带了望远镜观察了一下，我就跟他说雏鸟不见了，然后他就回答我就是这样了。我忽然间我就懂了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今天要去龙洞拍游隼，然后这一次是今年第5次去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没有下雨，沙尘暴太多，没有阳光，都是的问题。OK， 走了。太阳出来了，没有人，鸟快鸟了，你到这边就听到叫声的、啊、对面这边2只炮还3只炮，只听到声音而已。目前没有看到，奇怪，还在等呢。好，在凉亭那边没有看到，来，然后那个峭壁这边有2个人在拍我，过来这边看一下。来抓另外一次，另外一次在这里。今天呢是第5次来拍游隼，第5次来龙洞拍游隼，今年第5次。上礼拜五来，是上礼拜五嘛？
上礼拜五来还有看到雏鸟，就今天没有看到了。有个大哥跟我讲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今天拍到一次飞行的，然后两只拍到一次飞行，然后两只都后来都站在山壁上，都不动，站了好久。没关系，那个溶洞这个就是有空再来拍它飞行的这样。明年有机会再来，明年有机会再来的。然后今年的话，等酋长岩那边比较，等酋长岩那边结束以后，可能还会再来这边拍一拍。然后今天就是那雏鸟等了好久都没看到，真的可能就GG了。明天我要去另外的地方，明天去另外的地方好了。对，这两只其实体型差很多哎，然后比较花色比较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比较老一点，感觉比较老一点，不像酋长岩的那个那么年轻有活力啊。OK。